这个标针坏的，对，这个标针好的，嗯，然后点开，然后不行的话就放大，放大，然后勾这个黑的，嗯，然后不行的话放小一点看一下，然后就勾着黑的这一块。然后好的就无所谓了，嗯，然后一键，嗯，然后点开这个可以设，比如说航速是10，面积半径是20，然后仿真这不坏的地方不就吹了吗？好的地方那个还是白的，嗯，没变色说明就是不吹，嗯，变色的说明就吹了。你比如说这如果是调轻一点，然后你看它显示的面积就会小一点，然后你就这就可以选了，到时候就直接放掉过后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在灵敏度里面调。它那里为什么没有白符号？这个啊，它那里为什么没有白符号？怎么可能没有？